进行下一题，请出题。主持人需要八面玲珑，请问八面玲珑最早其实是在形容什么 ？A. 表演手法 ，B. 建筑装潢。请作答。哎呦，如果四个都淘汰，这个奖金会累积到下一段。是，念华呢？玲珑宝塔。好像是在古文学里面有嘛，玲珑宝塔。所以我选 B。你要先了解八面是哪八面，它有东西南北四个面，然后东北西南，西南的那个对，斜边的，没有，它应该像那个八卦，对，八卦，它其实是这些方面都要考虑到这样子的一个，我认为应该是建筑的这个。对，那个玲珑宝塔也是八个角形。来，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答案是。B 建筑装潢，在富德彭祖楼送杨宗德归徐州墓这首诗当中呢，卢纶呢描绘彭祖楼的环境，称它四面八方都有宽大的窗户，所以啊采光非常的好，那洁净明亮的直逼仙境。那因为它八面都透光，所以称为八面玲珑。后来呢才演变成为形容人言行手段都非常巧妙，处事圆融。因为它已经快接近圆形了嘛，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对不对？好，4000块，请入账。哇，18000，来，请出题。卫生纸上总是可以看到可爱的压花，请问压花的主要功能是什么 ？A. 增加吸水性 ，B. 更容易抽取。请作答。哦，三个选 A， 贺龙选 B 耶。贺龙。我觉得是因为要增加摩擦力，所以就是物理性的要抽取更顺利。如果要 A 的话，它应该可以变成两层这种。我猜的。尹正，卫生棉上面都会有那个凹凸凸的，所以我用这个理解。哦，有道理。所以是增加吸水性，对不对？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答案是。增加吸水性。其实呢，卫生纸在加工的时候，折叠包装的时候会增加压花。第一个，因为它好看；那第二个呢，也可以增加毛细现象里面的吸水性，因为你纸层之间紧密结合不分层，那你压花结构可以破坏纸品纤维，让它不要那么挺，那它就可以变柔软啦。那压过之后呢，也因为没有压的部分自然隆起，两个会产生身高差的感觉，所以这样的高度包装的时候可以感觉分量比较足。所以毕竟说三个女生答对，一个男生答错，贺龙请到待定区。好的，不冤枉。总共答对三个，请增加3000。哇，来到了21000。下面一题，请出题。员工最讨厌的行为，你中了吗？根据求职网调查，台湾人最讨厌主管的哪个举动 ？A. 专断独行 ，B. 决策反复。请作答。决策反复啊！来，美人。哦，这就完全按照我自己的行为来这个判断的，对。哎，我的三个都选一样。我的员工都是这样跟我讲，对。所以甚至有时候这个我做完决策之后，他要我画押，因为我下次就跟他讲，我有这样讲吗？那证据在那边呢，就证据在这边，你画过押了。对，我画过押了。念华。好，老板不要看，我是以我讨厌的行为来选的。决策反复。好，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答案是 B， 3000块。好，哇！第二轮了，下面一题，请出题。青楼竟然不是风尘场所，请问古代的青楼其实是什么样的地方 ？A， 交易货物的场所 ；B， 帝王的宫殿。请作答。有现金吧？那因为青楼为什么讲交易货物的场所呢？因为这个是不是就做生意的地方，所以它一定有饮食，然后呢也有一些娱乐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觉得我们通常听过一句话叫青楼女子，对不对？所以有可能是在服务这个交易过程里面的一些助兴这样，所以我是用这样去判断的。正确答案是。帝
王的宫殿，其实在汉魏时期呢，青楼这个词其实是褒义，它的原意为青漆粉饰之楼，也就是比较华丽的房子，那个颜色很特别，对，有的时候也可以作为豪门之家的代表。那三国时期呢，曹植他有一首诗说，青楼临大路，高门结重关。那唐骆宾王也曾经说过，大道青楼十二重，这样的诗句都是在赞誉称誉帝王豪门所住的宫廷楼阁富丽堂皇。对对，哎，那这样子，这样奖金两万四累积到第三轮，赢者全拿。来，两位请归队。最后的决战局，所以我们这轮就没有人得到，那不能入账嘛，因为你们没答对嘛，请出题。在台湾生活的成本并没有想象中高，请问哪一个亚洲城市生活成本最高 ？A. 新加坡 ，B. 香港。请作答。不好选，不好选，不好选。请作答。请。看到吗？这一题真的不好选。对，感觉都很贵。对。我的感觉啦，因为新加坡的房子不，香港的那个住房是非常非常的紧张，而且都非常非常的高，所以呢，他你想想看，他的房子这么贵，他的租金就贵，那店面的租金贵，东西一定也贵，对，我是这样子联想的，所以选择 A 的一定有他想法，念华。因为从90年代到现在，香港有经过97的震荡，他有。生活对它所有的房地产跟物价有震荡过，但是新加坡 all the way 从来没有过经济的震荡。对，我是因为这样子选新加坡，但被美人姐一讲，完全又被美人姐说服了。对，可能是 B， 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答案是。新加坡，根据英国经济学人智库发布的2023年全球生活成本，它比较了全球173座城市里面，怎么比呢？超过200种的日常产品跟日常服务这样比下去，那生活成本最高亚洲城市是新加坡，这已经是新加坡第9次成为最贵城市的榜首。香港也很贵，但是它排在第5名。来，三位请。好可惜哦！这三位都没机会，就看你了，方念华跟你的，你们俩谁赢？我刚刚想说，是我们两个要去打伞吗？你们这我们两个是一起打伞过的，因为你们上一轮的奖金累到这里，再加2000。Battle ATM, who dares to battle？ 哦，拜托 ATM， 谁敢来 battle？ 订阅拜托 ATM 的 YouTube 频道，等你来 battle。